我日他的哥呀，兄弟们！<laughs> 我昨天买的电脑，刚刚直接黑屏，然后重启，然后电脑直接花屏了，然后说什么电压不稳，那个显显卡被击穿了。昨天买的电脑，今天就没了，现在就一直在这循环。呀，我他妈吐了！ 我昨天买的两个二零八零钛，哇，直接说显卡被击穿了，我裂开了。我现在在等那个网管过来修一下，我跟他们说一下，我电脑修好了我就来，好吧？修不好就修不好就明天来。我裂开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我玩着玩着，一开始游戏嘣直接就没了，就黑屏了。我哇我裂开了，裂开了裂开了。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好吧对，对我去我先修电脑，等那个网管来修的好，我就继续来修不好就明天来。我吐了，呀，昨天买的新电脑，然后然后在开直播之前让他们朱哥什么，我们黑网吧的网管已经测试过很多次了，然后都没问题，然后一直播就又他妈裂开了。 而且这台电脑是十六线程的那个 CPU 处理器，两个二零八零钛，一个用来直播，一个用来玩游戏，终极豪华配置。哇，吐了！我去，先修电脑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先修电脑了，跟他们说一下。